咁 A 股琴日都做好啦，咁啊上證綜指都升咗2%。港股後市你點睇咧？其實主要大家要留意住啲咩幾誒邊幾個因素啦？我諗暫時去睇嘅時候咧，頭先講到一個嘅嚇、美國加息嗰個因素咧，個關注度都會比較高啲。咁啊，呢啲個咧就直接會影響到咧一啲嘅中資科技股嗰個表現啦。咁啊，即係尤其是係騰訊啊、阿里啊、美團啊呢一啲大嘅權重股咧，可能咧都會係咧構成一個嘅沽壓喺度。咁就現階段去睇嘅時候咧，按照一個技術走勢咧，咁啊恆指咧就係企咗喺咧100天線之上嘅。咁但係咧參考翻咧就係1月20號去到1月24號之間咧，其實已經係連續3個交易日咧，都係企喺100天線嘅時候咧，都唔能夠有一個嘅企穩嘅狀況啦。咁所以咧就暫時去睇嘅時候咧，今個禮拜比較關鍵一啲咧，可唔可以持續地守喺呢一個100天線嘅位置？咁如果咧成功嘅話咧，咁可以咧就進一步咧就係上望咧呢一個嘅24,800點啊，去到咧就25,000點嘅位置嘅。咁但係咧就個消息面咧近期都比較係即係可能咧就會敏感一啲啦。咁變成咗咧，萬一真係咧呢一個100天線守唔住嘅時候咧，咁可能咧就下方咧就會落翻去咧就大概係睇咧20天線嘅位置咧。咁咧就係睇咧就咧24,200點嘅位置。咁但係如果都不幸地失守嘅時候咧，咁咧就要睇翻50天線咧，咁啊變成咗咧就會係咧23,800點嘅位置，咁所以咧相對上嚟講咧，就不論係美股或者係港股咧，可能個波動性咧都係會比較大一啲，有機會咧嗰一個嘅上落嘅空間咧係可以係去到700點或以上㗎。